你对蔡维哲的第一印象是流氓。对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很霸道的那种，就以为自己很厉害的。但结果认识他之后，他其实不是。虽然他还是很对自己很有自信，但是他就是一个小孩，小屁孩，很无厘头的小孩。赞成吗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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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那你对佩玲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我觉得她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头发很重。日本的一个传奇。这是你天生的发色吗？还是你染的？头发很重。很棕 ，brown。那个是天生丽质。那截图之后呢？都跟我想的一样。头发很重，然后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唱歌，人很好啊，人很好。两人合作是什么感受呢？对我来讲，最重点的地方就是如何去突出他的vocal 的实力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内侧没有好好的展现这个部分，所以这对我来说是这一次合作的重点。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耶！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演出超越我们彩排的每一次，还有练习。我不觉得，有每一个人都这样觉得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他说的对，他说的对。